OK， 现在是6月5号10:45出发离开 Ishigaki， 我们现在前往下一站台湾基隆。每次我都没有路径，买摄影机的人真可怜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离开日本了，现在回台湾了。OK， 耶耶耶！我们介绍成员：船东 James， Captain Chris， 船员 Michael， 金发明。还有我们唯一的 Lady Elisa， OK， 这个绳子不用拿出来扣在那边了，扣在哪里？扣在这绳子旁边，那个白的那个绳子下面那个箱子，你的啦啦啦，你下架机。Sayonara Japan， 没有 Sayonara Ishigaki， Bye bye Japan， Bye bye Ishigaki。 先是指日本再见咯。6月5号，今天天气晴，风很大，还很蓝。正通过西标岛的西标岛东北方的鸠尖小岛，在我们距离大概不到一海里都是很多的珊瑚，我们维持速度大概是有到6到6.5。
因为天空的关系，我们计划从基隆改成花莲进港，接着台湾中海岸。圈了，现在我们离开日本，前往花莲吃扁食。可惜今天的夕阳可能没有了，就都看到这样子，把云层团。下一条鱼的到临来临，刚才钓了一只，没有了线，鬼头刀，但是因为力度完全转不动，
干到台湾的高山了，目前现在正前往花莲的路上。无风。6月6号早上7点钟，这样子奋战的夜后，终于复活了。4海里，约2个小时后可以到达。那我们正经过所谓的黑潮 ，Cloudy， 有维持7/7以上的速度。Beautiful。昨天傍晚的时候有钓到一只鬼头刀。但是跑掉了，因为力度完全拉不动。希望我们在上岸前可以再捞一只怪物。2001年6月6号，应该也就望远镜就看了。OK， 我们现在人正在花莲外海，海巡的已经靠过来了。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是何方神圣，因为我还没有报关。我们本来还要基隆入港的，麦搞你啊！啊！不要抓我！你小心你的后面 iPad， 你不要看，看到那边都破了。OK OK。接电话，接电话。要不要停下来了？我们也没办法停。没办法停啊。对啊。没有节目，没有节目，这个频道没办法。电话报给，电话报给他了。不讲话，我跟他讲。0931。109，109。712。远传的，在我们非法入境，本来要从基隆入 check in 的，哎，这边讯号好像蛮弱的，但是因为风向的关系，我们决定在花莲入港。现在 Corsica 海巡署完全摸不着头绪，这边收不到讯号哦。但是，你可以帮我们船主再去问话就好了。船主要上船，啊！在日本也是在这边讲，那这边也这边讲，这边过来一点。先备前方，对。OK， 我们准备进入花莲港，美丽的花莲。美丽的。等一下，要记得叫那个电话号码，他的那个报关的那个给我，好吗？好。那是什么单位？海巡署吗？港。OK。海巡署那边。OK。向下。有。OK， 我们正进入花莲港。2015年6月6号。下午3点45分进入花莲港，预计在半个小时后会起波。应该要收起来了，要准备碰撞，那么早吗？OK， 现在我们正在花莲港码头，预计再过
二十分钟后会到了大甲洲停泊。我们到了码头，海关一过来，海关那个不是很严的，刚讲一下就会让大甲洲问他说。Oh, she run out, I beat you again! Oh, you're going to go down. You're going to go down. You're going to go down. You're going to可是这样的话，应该又还是绕回来停左前哈。OK， 现在2015年6月6号的下午4:10，我们即将停靠花莲港，进入了台湾的领土。船员7名，一名美国人 Chris， 船主 James。Crew member Michael, Ethan, Jeff, Elisa, 小张，我们从神户的扣北，尼西诺米亚，5月20号的早上8点出发。哎，哇，好是吗？我不晓得，欸，那个右边那个就是酱 Johnny。他是你的朋友。右边那个就是 Johnny。嗨 ，Johnny。我们回到台湾喽！